然后也让线上的观众喘口气。对，嗯，中场休息哈，大家可以去洗个澡。反正应该大家吃饭都吃饱了。对啊，洗个澡啊，切个水果啊，对啊，准备一下，等一下第三项的开始啊。对啊，俊德晚上好。像我每次啊哈，看麻大的直播，中场休息我都会去趁这个休息时间去切个水果来吃。真的哦。嗯。所以你们在播报的时候，我就是在电视切水果，在 YouTube 前面的电视前面在那边吃水果。陈浩明吉跟你们留言。陈浩明吉真的假的？一视同。陈浩明吉，陈浩明吉，明吉，他要叫。哦，他不要叫，他不叫。他是因为只有四台，他不是庄家，所以他只有四台，他不想叫。他不想叫。对，他不想叫，因为四台你不能过水嘛。那不能过水的话，就是自摸这个。也是四台啊，对啊，而且他现在有一花，然后门清也是四台啊，对啊，只不过多一台而已、啊，比门清自摸多一台而已啊，而且你不能过水，啊、没有啦，米奇就是摸就是四台啦，四台啊，米奇自摸是五台啦，米奇本身四 台，对，哦，对啊，所以他这个米奇没有宣告，我觉得他应该会自摸，但是他刻意讲出来是什么原因？是因为他就是要自摸，我就是要自摸，你们就不要打，你们不要打。这样打安全章，你们不要打安全章。一视频，哇，马上就来了，绝对没有。终于自摸了，哇，这个放了九枪，该是给他摸了啦。六台。是啊，哇，这个上去的话，这个才好看啊，大家四个选手的分数都接近哈。哇，你看我们的这个是倩玉姐吗？把我们陈浩六起来了，感谢倩玉姐。那陈浩这个六台七台的自摸，对啊，我们宝哥嘛也帮我们陈浩价值666，非常的有价值啊。谢谢大宝哥，谢谢辉哥。